好，现在呢，这场半决赛对手的拉球来得分。出手和他的力量要凶一点，对，正手要多一点。好，放一个小球，4-4，刘成敏来发球。出色的反手攻球，对，就是力量大。兜啊，来和你相持，然后伺机去侧身的反拉，这手啊，注入了很大的希望，希望跟希望。在四强当中，三块纸板，对，达姆索诺夫的局点，好，第二局的比赛。正手为一个侧身的取胜，一定要多用正手了。第三把，因为作为上届的冠军啊，柳成敏，这届比赛是在一年半之前了，2005年12月。并不是明显的软肋，对，确实不有长进了，足够的本钱去失误。来，不错，相信德诺夫4-3领先。是16名球员来参加，8场1/8决赛，4场1/4，2场半决赛和1场决赛，另外还有一场表演赛。对于身材高大的萨姆索诺夫，在国际比赛当中应该也有过不少次交手。24岁，举点，技术比较细腻，头脑比较冷静的运。还是萨姆索诺夫的局点，还是有一定威胁的，他的旋转落点的。第四局的比赛开始了，柳成敏防守的非常的稳健。第四局啊是落后了4分，6-7分啊也不能够就说你完全确立优势。此前的活没有，他还有机会，对，一下就扔空了。9-5，这样已经10-5，萨姆索诺夫的赛点，漂亮！
最后的这把拉锯柳青云，顶往出界。